展览的名称叫《文明的眼睛：百件文物说叙利亚万年历史》，这也是我们南京城墙博物馆引进的第一个室外展览，展现我们这个叙利亚的文明呢，对于我们的文明的交流、文明的互鉴也非常有作用。这也是我们南京城墙博物馆一个办展的一个宗旨吧。我们也做一些国际化的交流和展示。这一百件文物呢，应该说正好涵盖了叙利亚的这个万年的历史，让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不一样的文明、古老的文明。